爸，别收拾了，睡吧。啊，哎，强子，啊，你看看那个洗脚盆在不在厕所里？干嘛？我洗个脚。哎，别洗了，这都几点了，睡吧。啊，你妈有过交代啊，不洗脚不准上床。哦，不能破这个规矩。那行，那我给拿去啊。对，在不在都得一个样。爸，嗯，想我妈了吧？有点。我一猜就是，洗脚是假的，想我妈是真的。让不让想啊？让想啊！要我明天带你看看我妈吧。那倒没。傻小子。我给你打水啊。哎哎。起来了，快起来，去帮爸买点早点去。嗯，啊，快别睡了。嗯，爸，爸，妈，哎，干嘛呢？我试着做点早饭。哎呦，做什么早饭？咱买点呗。过日子难道老买呀、啊？老买不是得花钱吗？那才几个钱？花钱，你就是懒，你早起一会儿不就全解决了？你做？嗯，爸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你做饭呢。我不行，我试试啊。做饭不就是把米放在锅里头一煮，稀点就是粥，稠点就是饭，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有那么简单吗？不就是这么个简单事儿吗？那你试试啊。啊，没多大个事儿。吃饭了，妈，您这么早就起来做饭了？啊，您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们现在都岁数大了，想睡也睡不着。来吃馒头。啊。刚子，妈，啊，吃个馒头，谢谢妈。妈，明天早晨能不能煮几个鸡蛋吃啊？不够吃是吧？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够吃。但是妈，您知道吗？现在啊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早餐一定要吃好吃的有营养，而且早餐是最重要的。嗯，营养应该没问题，我们一辈子都这么吃，你看现在也没病。走了，你还没吃完呢，玛丽。我早晨吃的少，您吃吧，我走了。
疯子，嗯，玛丽是不是不高兴了？啊，没事吗？我也得上班了吗？这有回来的事。没事儿，来起来，来我弄我弄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啊啊！哎呦，火还没关呢。姑奶奶，快起来，你别挤着孩子，快快快快快快，起来。没事儿，你快帮爸弄。没事没事吧？哎呀，哎，那沙发是搁在那个客厅里去的啊。哎，这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个要小心，要一点一点的。来来来，别着急，跟着算了，跟着他，跟着他，跟着他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嘿，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！哎呀，搬过来了，搬过来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，你？挺。杜梅，你韩叔，闺女。哎，还有家军儿啊，又有胡老三。哎，杜梅，杜梅，杜梅，你怎么能干这个呢？来，我帮你。瞧我儿子多懂事。胡老三，我告诉你啊。你可不准让胡家旺，啊，打我们冬梅的主意，听见没有？啊，这俩就没那么八宗事儿。老安呐，你看你，咱这岁数的人，顾自己还顾不过来呢，儿女的事儿你就由着他们自己去吧。哎，这还真说不定，我们家家旺和你们家冬梅还真有缘。说什么呢？真事儿啊！哎，我可找那个崔瞎子给测过，他俩的八字，你猜怎么回事？合上了。哎。胡老三呐，这事儿你都干得出来啊？你缺德不缺德啊你啊？老艾，咱可是文明人啊，可不许骂人啊！骂人？我还打你呢！我告诉你，我抽你！哎，行，哎哎，行行行，这这这啥呢？哎，吃完你们还得上班。妈，您就做了一个菜啊？我再把早上的咸菜拿来吧。妈，不用拿咸菜了，明天多做一个就行了。我是怕吃不了剩了，该浪费了。啊，妈，现在咱们三个人了，一个菜不够吃了，明天啊多做一个。你说呢，玛丽？嗯。玛丽啊，今天先凑合吃吧。我不知道，下回多做几个菜。原来我们家里面吃饭、啊、挺简单的。啊，妈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说，怕咱们不够吃。嗯，玛丽，你多吃点。嗯，这好吃。嗯。妈，多吃。啊，我不要。你快吃吧，你们。我时间到了，先走了。韩刚，今天晚上我去我妈那儿，你去吗？我有事儿，我不去了。嗯，妈，今天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。您自己吃什么，您就做吧，我走吧。行。您来点什么，大爷？哎，好。怀孩子了，吃点什么菜好嘞？哦，
您家有孕妇是吧？对对。那可得挑点新鲜菜，你看这黄瓜、这西红柿啊，都特新鲜。您一样来点儿。嗯，一样来一斤。行，我给您要。干嘛呢？熬粥呢。哎呦，我盯着他呢。熬粥你不用在这盯着呀，你进去歇会儿，隔一会儿过来看看就行了。哎，不行，我这样我心里踏实。那行，那你就在这盯着吧，我换件衣服，我帮你盯着。哎呀妈！哎呀哟，丽丽你怎么来了？妈，饿死我了，赶紧给我找点吃的吧。你中午没吃饭吗？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快点给我找吃的啊。好好好。哎呦喂，快点儿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你爱吃的。嗯，等着。天哪，怎么中午饭还没吃？嗯，我这都准备晚饭了呢。这是怎么了，饿成这样啊？妈，我可长见识了，你知道韩妈弄的那个粥啊，跟糊糊似的。中午吧，只给我们炒一个菜，还老说我跟韩刚不会过日子。哎，您说照这么下去，我非营养不良不可。那可不是吗？嗯，这怎么行呢？那你怎么不跟他谈谈呢？嗯，哎呦，这不同阶层啊，他这生活方式他就是不同。他们家穷惯了，他过过好日子吗？你可不一样啊。哎，他妈到了你这儿，他得随你的条件呢，不能由着他。小英，开门。来了。强子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哎，来，先吃饭。哎，嗯，你猜今天谁做的吧？你做的吧。咱爸。是吗？爸，放这儿。哎，嗯，吃饭吧，爸。哎，你洗手去。我下班的时候洗了。下班的时候洗了，这回家也得洗。你赶紧，路上多脏啊！哎，行了，不干不净，吃了没病。哎，说话你怎么听啊？小英，我发现你这怀孕以后，臭毛病还不少。什么叫臭毛病啊？我从怀孕以后，我才知道这卫生对一个孩子有多重要。去洗去。不洗。别逗了，快洗去。吃个饭，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爱吃不吃。就你能吃。爸，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反常啊？不太对劲儿啊。吃完了问问。去，洗完了，检查一下吗？嗯，行啊，吃吧。这回不能惹小英生气啊。嗯，吃吧。怎么了，臭小子？情绪不大对劲儿。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人家小英都看出来了。这臭小子什么事儿都憋不住，还都挂在脸上，怎么了？爸，我下岗了。下岗了？单位现在啊，效益不好，没活干，我从今天开始没工作。怎么说开就开了？谁还跟你商量？别说我是合同工，那正式工都有开除的。我说，强子，嗯，你这个事儿还先别给小英说啊，她知道以后一急，对孩子啊，对她自个儿的身体都不好，没好处。明白。这个事儿也不能拖的时间太长啊。我想了，我明天找我哥去。他老丈人答应我那个事儿，他没办法。
靠得住吗？哎，我说啊，江亮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什么事都得靠自个儿。不是，这现在面前有个道吗？再问问呗。行了，你上去吧，自个儿坐。反正你别让小英知道啊。起来了，刚子。妈，这么一大早你洗这么多衣服？洗这么点衣裳，我就能累着了。刚子，要是什么地儿妈做的不好的，你提前提醒我一下。没事儿，妈。哎，妈。妈，你怎么混一块儿洗了？是吗？哟，这怎么掉色儿啊？我试试，洗不掉啊。要不你赶紧给那个马丽再买一件去吧。买不着啊，这是大塑料袋子。是吗？好，妈，别洗了。没事，你甭管了，给我吧。妈，你别洗，没事。妈，玛丽回来了。妈，你别管。妈，开门。玛丽，干嘛呢？这么半天才开门。哦，哎，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我落了份材料，我赶紧找找。哎，韩刚，你这次帮我改的那份资料在哪儿啊？我没看见。啊，玛丽。啊。我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啊，你说吧，我不生气。这件白衬衣我给你染了。染了呢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衣服啊！你知道，这是我爸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，这边根本买不到。我知道。你知道还不那么不小心啊？哎，不对啊，你什么时候洗过衣服啊？真是我洗的。你什么都甭说了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肯定是你妈染的。真不是我妈染的，是我染的。韩刚。染了衣服不要紧，你得告诉你妈，下次得注意，不能再这样了。玛丽，是我染的。我刚才我不知道这个洗的衣服里边有掉色的，所以真是对不起。要不让刚子再给你买一件吧？不用了，既然染了，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您下次注意就成了。娘，我腿抽筋儿了，又抽筋了。强子，用不用上医院？不用了，爸，没事，你先睡吧。哦，总抽筋儿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不行的话，明天还是去看一看。啊，好啊，爸，你睡吧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好没好点？哎呦，好点了，我试试。嗯，好了。哎呀，好点了。吃饭了。妈，您别吃剩饭了。
你跟我们一起吃油条豆浆啊，咱家又不是吃不起，没有必要这么节约。我知道知道吃得起，你们吃，我这个就挺好。妈，吃个油条挺好的。啊，你们吃吧，我就吃这个。哎，我说，要不然咱们找找冬梅姐吧。冬梅姐不好吧？有什么的呀？是你大哥对不起人家，跟我们又没有关系。再说，我心里一直把冬梅当成亲姐姐呢。我也把冬梅姐当成亲姐啊。得了吧，你亲姐不是玛丽吗？说什么呢？要不是你爸掺和，那指不定那个谁跟谁呢。怎么能全怪我爸呢？要不是你哥想进银行，找玛丽帮忙，他们俩能在一起吗？你不能全怪我爸呀。也行了，找不着冬梅姐了？找啊。找走啊，磨叽什么呢？韩强啊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老说我什么磨叽啊，什么唠叨呀、啊！我先怀着孕呢，我不想跟你吵。你态度端正一点。行，我端正啊，我端正，请。烦人。慢点啊。对了，我一会儿把那个资料给你啊。行。哀家来了。哎，你们听说了？怎么了？这星期又得加班。本来打算去泡温泉的，又泡汤了。哎呀，是的，没一件顺心的事儿。怎么了？跟你们家韩刚又吵架了？没有。那你和你婆婆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。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呗。我跟你说，韩刚特像是他妈。昨天吧，他妈帮我洗件白衬衣。我爸从香港给我专门带回来的，我就没穿过几次，让他妈给染了。韩刚还给他妈扛着，哎，说那是他染的。哎呀，今天早晨我们一起吃早点，我和韩刚吧吃油条喝豆浆，他妈妈呢跟那儿吃剩菜剩饭。哎，你说说，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啊，好像我们不孝顺老人似的。你没听说吗？婆媳关系啊，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难处的。我宁可天天看领导的脸色，也不愿意跟婆婆一块过。既然在一块过，你就得想开点，有点心理准备。蒙在一个屋檐下，以后磕磕碰碰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哀家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我就没好日子过了。那就别想太多呗。听大夫说了吧，啊，要增加营养，要多补钙啊。你回家呀，给英子弄点那个大棒骨汤，还有每天喝牛奶。啊，每天喝牛奶，还有棒骨汤。对，英子，来，你要喝啊，你要吃，别怕胖，这个时候啊，要顾孩子了。再过三个月呀，就要当妈妈了，怎么样，高兴吗？高兴。我挺高兴的。哎，那韩强，啊，你先到门口等我，我跟冬梅姐说几句话。啊，那行，那冬梅姐我先走了啊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姐，你个人那事儿怎么样了？嗨，我现在工作忙，没时间考虑这个。哎，工作忙那都是借口。姐，我哥还追你吗？他有时候来，小英，你跟他说说啊，我们俩不合适。我老跟他说，我说你配不上冬梅姐，你就死心吧。哎呀，可他还非得来，要不你就让他追，你不给他机会，他也就死心了。那多不好啊！你还是跟他说说吧，他听你的。哎，我跟他说，姐，你好好保重啊。我知道了，走吧。对自己好一点，注意身体啊。你这写啥呢？媳妇儿，来坐坐，慢点啊。哎，
算账。我算你听听啊，就是我想着一天一斤牛奶啊，5毛钱。一个月呢，有时候15，有时候15.5。这钱是不是有点多呢？韩强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啊？你怎么在这上面算计啊？那喝牛奶是为了谁呀？不是为了孩子吗？我是自己喝呢。我真的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再让他听着。我这意思说，咱们现在不是经济紧张吗？紧张？那紧张，这还没生呢就紧张了？这要生出来，那还养不养活了？没有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这意思？那要不然咱们就不要了，养不起就不要了。啊，不不不，行行行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不行吗？我错了，你跪下。你起来。你别生气，啊！烦死人了。咱我回去就定，啊！我要让儿子天天喝着牛奶。又不是给我喝呢，那冬梅姐不是说我缺钙吗？说小英缺钙，你让她经常喝牛奶。我拿什么给她订牛奶？给你钱。爸，你先定点让他喝着。爸，你说我一个大男人，媳妇儿要喝牛奶，还得找您拿去。干什么你？瞧你在这出息！你好，请问擦鞋吗？哎，哎呦。爸，那我走。啊，去吧去。刚才有个电话找你。哦，谁呀？好像是你弟弟，说在门口等你，快去吧。我弟弟马元来找我。啊。哎，他怎么会到这儿来找我呢？哦，行，我去看看吧。好吧，去吧。哎，嫂子，韩强，怎么是你？我还以为马元呢。怎么了？你找我有事儿吗？有点事儿，就为了工作那事儿。嫂子，我现在下岗了，再加上小英现在怀孕，用钱的地方太多了。我觉得得找份工作。韩强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关系吧，都是我爸那边的，所以你不能太着急。那上次分家的时候，你爸不是答应给我找个工作吗？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信儿啊？韩强，昨天晚上我还真给我爸打电话问你工作上的事儿。我爸说他们现在单位吧，不需要人，所以进人挺困难的，你还得再等等。还等啊？嫂子，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等到我们家揭不开锅了，等到小英生孩子，我等不了。韩强，你话不能这么说，那是陈建局，那他们又不是我们家开的啊。你说进去就进去，没那么容易。是，嫂子，这个理儿我知道，但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哎，韩强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我们见死不救啊？我这不是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吗？想办法。行，我也知道你想挺多办法。行，嫂子你也别着急，我就跟你说一说，反正我也算看明白。哎，
人呢？嗯，回来了。就是敷衍我，根本没拿我当回事儿。实在不行，就跟着我擦鞋吧。我跟着你擦鞋，你擦鞋我也擦鞋，丢不起这人。我明天找我哥去，嫂子不是亲的，哥还不是亲的，他不能不管我。遇到点事儿了就指望别人，遇到点事就指望别人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没出息。我怎么没出息了吧？那现在下岗的也不止我一个，要不你给我找个工作，要不你别管。回来了。你弟弟那个态度，强子又怎么了？他今儿去单位找我了，问我他工作的事情，我父亲给他办的怎么样。我跟他说了，我爸说现在还解决不了，他倒跟我不高兴了。哎，他是求我们呢，他凭什么不高兴啊？什么态度，就跟我们家欠他的似的。强子不是有工作吗？下岗了。下岗了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第一批下的岗，让他们自谋出路。哎，玛丽啊，要不咱们给他们拿点钱，小英现在怀孕了，肯定挺困难的。就他那态度就不能给，你今天要是看见他那样对我，你也会支持我的。哎，强子，哥，你这次一定得帮我啊。你不是银行那个经理吗？你要求人，总会有人给你面子。我是副经理，没实权啊。不是，那副的不也是经理吗？哥，我求你了，哥。强子，你说我到哪儿给你找这么现成的工作啊？找不着现成工作，哥，要不你给我贷点款，我做点小买卖。你要干什么呀？卖点水果。你有经验吗？我以前卖过菜。你上大学那会儿，我卖菜来着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卖菜都得去菜市场，你能找个摊位啊？那你说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的，我总得有口饭吃吧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说的都不是项目，银行怎么贷款？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哥，你眼看着小英肚子一天天就大了，那孩子生下来不能没饭吃吧？你能看着你侄子就没饭吃吗？哥，别着急了，强子，有合适的事儿我会帮你的。他找谁？他给你想办法没有？我哥说我要做生意，他支持我。你做生意？啊？你是做生意的料啊？赔钱挣钱可说不准，你能做什么生意？你怎么就看不上我？我怎么做不了生意？我现在下岗了，不能喝西北风吧？我得拼一回吧，爸。韩强，你出来！你出来！你干什么啊，小英？小英，别这样！我还认得你。你进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说你怎么没工作了？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这事儿我……别跟我编，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下岗了，但我现在正找工作呢，这工作……
韩强，你说你连工作都没了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怎么过？你别生气，你生气。强子，好好安慰安慰小静啊！我就行了，我知道，东问西问的。来来来！哎呀，亲家，亲家，亲家，你做上饭了，我没看错吧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！吃了吗？没有啊，这不来吃来了吗？正好啊这个小英在，我在里头呢。嗯，好。大舅哥，哎，舅舅，你姑母做上饭了。他行吗？他，你管那么多干嘛呀？赶紧去吃吧。哎呀，我这一来就赶上吃饭。好，哎呀，你送你。小姐，怎么就俩菜呀？你看我跟家旺来了，你也不多弄几个菜啊？不知道你们来啊，你说现在要去买啊，来不及，菜市场可远了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人家凑合，我去弄饭。哎，你瞧，这一烧豆腐，这还一炒西红柿，这还一咸菜。韩强啊，这不是我当老丈人的说你啊。这现在小英怀着孕呢，你得给她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啊。你看什么鱼啊、鸡啊、鸡蛋什么的，咱们现在生活都好了嘛。她不像你小时候那个时候，你说怀孕的时候不补，你什么时候补啊？哎呀，爸，是不是老韩？是。您觉得没营养，您给买点儿。什么？我买啊？行，我买，那明天我就给他买两条鱼，五斤鸡蛋，够了吧？说准了啊！哎，老丈人，我最相信你了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！说准了。爸，您别看我，这过几天我吃不上饭了，我还真得回娘家。这过得挺好的，这又怎么了？这是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韩强下岗了。下岗了，真的，韩强。哎呦，不，嘿，这真有你的哈！你，哎，那你找到新的工作了没有啊？上哪儿找啊？现在找工作那么容易啊？不是，哎呀，你找找你的嫂子玛丽呀，还有他爸爸马处长，他当初不是答应过你吗？不找还强点。玛丽他爸说了，现在城建局不要人。是，现在是不要人。韩强啊，这事儿啊，他就怨你自己。你说你早不去找马处长啊？你拖到现在，你看这都好几个月了不都？你说你不找人家，人家还上着杆子找你啊？这个事儿啊，我还是那句老话，人呐得靠自己。有本事，哪儿都要你；没本事，哪儿都待不住。老韩啊。你说你怎么还是这样的态度呢？熟悉的他。
体温，可当我想要抱紧你，你总是转过身。记忆泛起雨又窜下一道烟轮，和光阴耳语在落叶的时分，心已成心无回望泪湿的记忆，每一次想要动动你却够不开那扇门。